台湾电竞比赛又有新的生力军喽，因为长期赞助电竞比赛的耀月科技宣布要成立新的队伍喽。那到底这个新的生力军实力如何呢？就带大家马上来瞧瞧喽。在电竞领域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耀月太阳神职业队，在日前宣布，他们将跨足另一个游戏领域——英雄联盟，成立耀月斗龙英雄战队。队员是从英雄联盟大都会杯中所延揽，实力不容小觑，并且会在3月24日的网咖赛登场亮相。现场在耀月董事长以及台湾劲舞总经理的签约加冕仪式下，宣布正式成军。为了不让耀月太阳神的前辈们沾美于前，新成立的战队马上就跟老大哥来场英雄联盟友谊赛。专职玩家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，轻轻松松赢得胜利。而耀月斗龙英雄战队之后也会在国内外进行征战，争取最佳战绩。还有期待，也为我们的耀月斗龙英雄战队一起加油。